我们刚刚不是有提供这个软体下载嘛，对不对？你点一下是就像这样下载下来了。那我问一下，平常大家怎么打开这种档案？直接点它打开吗？我习惯是这样子啊，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按这个三角形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用 Google Chrome 是在这里嘛，那如果你用其他浏览器，可能你就去找那个下载的位置。好，这样子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安全一点啊，点进去是不是就找到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坚持一定要这样按的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就是你要怎么解压缩？这样子其实并没有解压缩，有没有？它是在压缩档里面，你看到这个图应该就知道这是压缩档了嘛，所以这个是放在压缩里面，这样还没有解压缩。那怎么样才叫解压缩？刚刚有同仁很厉害，安内揪出来，安内有没有很人性？放开，因为我已经有了嘛，这样就叫解压缩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下次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先点下去的，你就至少要会这一招。好，那平常的话呢，我都是按右键。那你用 Windows 内建的这个解压缩真的慢很多啦，所以我大部分如果你电脑没有装这个 7-Deep 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用这一个。好，那因为这样解压缩至此就会自动产生这个资料夹。好，我有帮各位留着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些可能也许不见得全部都会讲到，但是没关系，重点是挑你要的，挑你要的你觉得好用的带走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很多都是不用安装的，好，少部分几个要安装，少部分几个要安装，这样对我们这个软体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齁。